好，2023年的农历新年即将就要到了，理想大地为了准备满桌传统美食佳肴玉兔迎春，推出的2023外带年菜严选，让岁末年终收获满满，阖家团圆乐融融。理想大地外带年菜由港籍主厨汇集六道拿手菜，理想有金瓜，结合花莲凤林镇无毒冬生甜瓜以及日本原粒大干贝，吃出干贝 Q 弹，南瓜香甜以及浓郁的香味，幸福感满溢。理想有银糕则是选用吉安香有机芋头，扑鼻的香气令人垂涎三尺。所以我们在年菜的部分，在我们 桌面上这边，我们有今年有芸笋、猪脚，那也有排骨。我们都是走健康的方式，少油、少盐、少调味料、我们尽量以传统的手法，用腌制的方式、不要再加上一些人工的味道、让大家吃得健康。那在金银糕我们用的是南瓜、用花莲在地的冬生南瓜，那因为冬生南瓜它的味道比较香气比较足，它吃起来比较粉、所以非常适合做我们的金糕。那在银糕的部分呢，我们是用吉安在地的芋头。那吉安在地的芋头，它的优点、它的优点就是它吃起来非常的软、香气、很够。那再搭配我们师傅用港式的一个做法、我们有干贝丝、干贝丝有开洋、所以这道菜吃下去的话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除了年菜，圣诞节还有限定版的外带餐，圣诞烤鸡之外，从平安夜到跨年夜，里拉餐厅将限时供应圣诞跨年海陆大餐，餐台上备有现切的沙朗牛排、威灵顿牛排、烧烤火鸡等，主厨所汇集的六道拿手年菜，数十种的食材，食材丰富入味，汤汁醇厚，道道都是经典，口口都是满足，让你玉兔迎新春，旺整年，美食佳肴摆满桌。记者林杰，收风箱采访报道。